那给你点奖，我现在在你的办公室，在你的椅子上，这里都是你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我安安姐啊，没想到在公司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。就因为这里是严肃的场所，所以才好玩啊。你抬头看看那儿，那有监控器24小时记录的，这么精彩的画面我得让全公司人都看看。啊啊，你千万别这么做啊，你冷静啊。别走，你这个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，礼义廉耻你懂吗？这是一名行李，麻烦你交给他。